嗨，又到了双十一了，道友们，此时不冲更待何时？匹克今年的球鞋我们已经尽数实战测评过了，其中呢有不少用料良心，价格实在，而且战斗力表现不俗。经过我们的挑选啊，有这么些个球鞋，不仅有着出色的性能，能满足不同位置的需求，同时呢也有相当优惠的价格和折扣。来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如果你追求全能的表现，球场一号位打到五号位，那么第一双闪现四全能版非常值得尝试。同样采用了一模双密的前魔弹，后太极的科技配置，缓震脚感非常舒服。中底啊，采用了一个 H 型的异形抗扭片，它贯通前后，实战在跑动中呢，兼具了滚动感和力量过渡的平顺性。看咱球场的表现啊，就知道它的体验非常丝滑。这个紫藤花配色，颜值也是充满高级感。三开的价格，你就能拥有一双既能实战又能平常出街的篮球鞋，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。那肯定就有小黄鞍要说了，我就是要花大钱，我就是要有牌面啊。那么第二双大三角系列你一定要拿下。论颜值论配置，大三角系列呢一直是匹克的头牌，一双李月汝同款的太极大三角更是舒适性包裹性都拉满了。中底啊是大家熟悉的一模双密注入式中底，前掌超级魔弹材料加后掌的轻量化太极科技，调教的那叫一个前软后弹呢。足弓呢还有双层的 TPU， 面对激烈的对抗也能够稳住你的双脚，实战党必定不能错过。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五开六开入手了这双鞋，如果告诉你啊，这一次双十一三开头便能入手，而且配色呢非常丰富，你能管住自己的双手吗？最后还有这双新知线猎鹰 1.0 冷门吧，虽然说诞生不久，但是我们实战测评中发现它的缓震支撑抓地等重要指标通通在线，包裹对于宽脚来说相当友好。它全新的原力弹中底技术呢，相对于传统的 EVA 发泡脚感更明显，而且耐用性抗形变更加优异，场地感也保持得不错，缓震效果更是上了一个档次。双十一价格三开左右，哇塞，兄弟们颜值性能两开花有没有？学生党可以直接闭眼入了。不过有一点只有我们实战了才知道，那就是尺码选择，猎鹰比平常的鞋码要偏大一码，一定要注意了。 OK， 一句话，冲不冲呢？兄弟们记得弹幕里告诉我。